咬一口我的手指汤。啊，怎么那么硬？我这什么手指汤啊？妈妈，妈妈，怎么了，宝贝啊？你买的啥好吃的呀？都难吃。我看看。哎呀，天哪！你傻了吧你？这不是手指汤。你知道吗？这不是糖，这是玩具，这是灯光，手指灯。我们把它戴在它的手上，在黑暗的地方，它就能发出好多漂亮的图案来。我们把它戴上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妈妈，五个手指都戴好了，是不是好亮呀？上面还有个开关呢，把它推开就好亮，是不是啊？没有啊，也没有图案了。哎呀，不是这样玩的，走走走，我们找一个黑的地方。走，我们去屋里吧，睡觉的地方，把门关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你先来。我先来看我的。哇塞，你看，小猴子、老虎、兔子，哇，还有一个奥特曼，真的是。你来看我的。哇，好漂亮，我的。你的。啊，你的也有奥特曼，是不是？哇，你这里面好多的奥特曼呀，也太酷了吧！我最喜欢奥特曼了，宝贝，你喜不喜欢奥特曼呀？相不相信光呀？哇，真的是有光！哇，你看我们俩放在一起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都头昏眼花了，我都不知道哪个是你的，哪个是我的了。哇，也太漂亮了吧！还有好多好多图案呢，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是不是啊？也太好玩了，这个有光的这个东西。啊，还有个蛋仔，真的是呢，我看到了。